料理会有文化差异吗？那爸爸帮你准备四菜一汤这样子，嗯，结果呢，它就是一锅汤呢，里面有四种菜。风味餐的内涵是透过料理吃到家乡的味道。这是你自己手工做的，是不是？对，中间有一个特殊的酱，油芒飞狗佐里里酱。我今天带来的部落猎人打猎猎物的血就会灌成血肠。阿美族都是吃野菜的民族，野菜里面会有单宁酸跟植物碱，它会来自古坑社去诠释我们的沙拉。不止风味餐常常被误会，当文化被他者诠释及冒用，张冠李戴的作用也常发生在部落。这个问题到底在哪里？重要象征生命有力量，没有影射任何一个色情。观光客他不要那样子，所以他赶快画裙子上去。对，当文化被冒用时，我们都应该要有更深的敏感度，避免发生文化混淆的问题。不然，眼前吃的部落料理很有可能不是来自部落。每周四、周五晚上9点，一起来收看。里马当帮忙。